期班毕业班级音乐会正式开始，名称感谢，形态直笛，表演者陈佳瑜、杨佑珍、陈宁、陈怡珍。内容简介：我们四个组员很特别，大家感情很不错。教授我们直笛的同学是陈宁，这首歌是实际创作的曲子，我们想借由这首感谢来表达小学六年对老师的感谢。我们这首歌也表达对老师、同学、父母的爱，我们也喜欢这首歌，慢节奏的感谢，柔和的曲风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李正经理拍手。形态直笛，表演者林佩杰。内容简介：这首歌是2020出的曲子，节奏很轻快优美，听完让人感到轻松愉快。这首歌是钢琴老师教我的，我担任班上直笛比赛伴奏老师，每次都战战兢兢地练习，还好每次都顺利结束，收获不少，希望大家毕业快乐，请大家拍手。Thank you.
唱歌，表演者廖世富。内容简介：这首歌来自《英雄联盟：双翼之战》的歌曲，是由陈奕迅演唱的。他唱得很好，很吸引我。这是我挑战单人表演，好紧张也很兴奋。希望大家可以，希望可以顺利完成我的任务。
但我们不放弃，最后大家都会唱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华语的走位和好听的歌声，希望大家都会快乐。
我刚开始练习，虽然很紧张，但是受到音乐老师的鼓励，我也有勇气上台歌唱。跟我合唱的朋友虽然是一般的朋友，可是我们唱得很好听，也有大声的唱，大家都会觉得很强。我长很害羞，希望大家要多给他一点鼓励，请掌声鼓励。这些都是当年的流行歌曲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引起许多人的共鸣，抚平人们的内心伤痛，因而得到勇气和安慰。让我们掌声鼓励。
歌唱、表演者：王信华、林佩、王信华、陈柏霖、王信祖、王信华、蔡少勋。内容简介：这首歌是2009发行的歌曲，这首歌是一男一女合唱，旋律十分轻快，十分好听。一开始我们没有唱得很好，因为它的节奏很快，所以我们可能没有跟上。希望大家给我们鼓励，请掌声鼓励。阳光男孩，没错，这四个阳光男孩就是我们四个。童话是首80年代的歌曲，是光南所唱的，是首慢歌，有时候低音，有时候高音，听完会想起童年回忆。我们会选这首歌是因为它很好听，心情不好也会听。最后希望大家能毕业后顺顺利利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
Thank you.
招、形态、歌唱。表演者：蔡兆勋、陈罗以、林佩杰，林佩仪、赵玉慧。内容简介：三个女孩加上一个男孩一起合作唱这首2020年播出的大串烧，里面包含2019的新歌，共有国语、英文、日文、韩文四种组合。一开始别的语言唱得不顺，但后来就越唱越好了，请掌声鼓励。祝大家毕业快乐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